爱华者，香港的疫情是非常严重，但只要大家一条心防疫，一定能够战胜今次疫情。首先我向防疫的前线工作者、医务人员、义工朋友讲声多谢，多谢你们为香港人的健康所付出的所有心血和努力，辛苦了。亦都希望在这里为被感染的朋友祈求，在各方面的配合之下，大家可以尽快康复。我更加深信所有的市民为了家人、为了大众、为了自己，一定会更加谨慎和更加小心，戴好我们的口罩，减少聚会，面对疫情每一个人注意多少少，我们就会多少少的力量。我们一起加油。